我们是共产主义省略号，我们先问队队说，董云，来起头，董云来，老师，董云，董云来起头，董云来，老师，起头，你接，站好，来，老师起，一定要唱齐，明白吗？来，第二红来起头。 2006年9月19日，北京市大兴区政府强制关闭了我们的远海实验学校。我们720名来自全国19个省份、数百个思乡先进的打工子弟被赶到校园外面，无处上课。从老家河南省南岗县贼庄村来到北京大兴区银海镇远海实验学校学习。远海实验学校坐落在银海镇西一村，我们的学校环境优美，师生们团结一致，非常好。不知什么原因，镇政府把我们学校封闭了，我们从此就没有了温暖的学校和教室。镇政府不让我们进校，我们只能在校外上课。Thank you.
梨，妈妈呢买回来一个梨，一共有几个梨？数一数，四个，一、二、三、四、五。教师教学有犯法吗？我感觉这是不是过分了？这样，
两个星期。为什么还没开学的时候你们不上通知书了？哎，还没放上了一个，我们上了要满一个月的时候啊，就才。拆了一个墙纸，他也是失败，都是失败。那四个学校可能真能力挺好。他四个学校哪个学校都这么像油饼了，太圆了，他是管理太好。你说让个工程这环境啥都好，那边都改造臭水沟，啥都学他这条件多好，人家条件多好。你说现在俺们会讲的，那个时候。你慢点快。这都关键锁住了，不让孩子进来怎么办？嗯？啊，对，都是学生家长。八零啊，对呀。俺们家长看来孩子从那苦里没办法，大人都在苦来，看看这小孩子，俺们都在守着，不耽误小孩上课。俺不愿意唱上去，你怎么办嘞？小孩子都没结巴，孩子干什么？没受伤干什么？不是这么孩子的错。哦，你这搞这东西，孩子就过来了。天天都来，搞天天都来，这孩子无辜吧？俺们天天可能都在守着，回家两头受气，回家得受媳妇的，受人的。来到家里，小孩教不教？你怎么办？去上学，发现通向学校的各个路口又被堵上了。巡防劝我们回去，看来今天课又上不成了。我们都很气愤，都很齐心地喊：“我要上学！”巡防和家长发生了冲突，把一个家长拖出去20多米，但很多人拿脚踹他，他疼得在地上打滚，老师也劝不住，有好多同学都被吓哭了，他们就这样从校门口
一直扭打到不远外的工地上。下个星期一再来，厂房已经被锁了，我们精心制造的座位被人搞得乱七八糟，心里很难过，我们只能又在外面站着了。那天下着雨，也许老天也在叹息吧。把他给拉上，冲冲浪呀，走了哟。喂，你今天怎么还没来？我打扮跟你一样，你进去吧。哎呀，在上面。下边有人，不要人家面子。我也进，我看我能进去。哥，我能进去。没有人家。啊？等一下。上边站着，我还犹豫，撞着我不好受。我今天光骑都骑了好几回，疼死了。你家搬近点，你家搬那么远，没办法。你跟上悠悠，你妈记得跟到你家去。啊？你让你妈再搬回来不就得了？我妈不愿意搬啊。七八肉，今天香肠，还有这个。
就是跟他。哎，对。等活的，站着等活的。在老家，我们念书是不花钱的，九年义务教育，家里出了书本费就行了。在北京不行，原来也要收450块钱的学费。可是我妈怕我在老家上学没人管，会学坏，就一直带着我。现在转到别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要多交50块钱的班车费，50块钱的校餐费，太贵了。这回我爸说实在不行，让我回原籍上学。从一开始数到100，一开始数，哎呀，我这来来，不让你们数，4.15，4.2，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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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谁还没看见呢啊？二十，这是二十啊，二十一二，二十一二，停。四只眼，别弄了，我们洗洗手。
谁呀？还有我呢。喝你喝死你！别睡你。走吧，去吧。走了，东哥。喝。东哥，走吧。走。喝死你，走吧。太腻了。走你了。哎，咱们都来。他问说。哈哈哈哈哈！谢谢。他们才两个。哎哎哎！哎，他问谁西门庆。他自己不会开水，你看。好多同学转学了，到了很远的经纬上学。今天还去我家。放学吧，今天我放学再去。还有一节课放学了，没有？还有一节课放学。老师别打了，我错了，我不敢了。我们在旁边一样，一个样是吧？可好了。把老师都打瘸了。打瘸了，把老师打瘸了。对呀，就把老师打瘸了。我问你，把刘忠义，不是我打我，这可打一举一动。哎哎，不对吧你？那边不如你们那边，你怎么去那边？那不远。坐车，俺们这道题应该这么做。俺们那全是河南的，东北人。你们那全是东北的。我说那上我没说俺们的。那云老师好，云老师说，我最喜欢听数学老师说话。他是学校老师，他说孩子又进不去，老师那个什么，老师在外边，一天越来越冷了。你不至于说你为了学习，为他这个学校，你再你把孩子给冻着，再什么的，你也不好了。有女的爱好，爱抹花水。什么呀？这文武丁。年轻的不一样，文武丁了。刚才花露水，这回文武丁了。这现在成水了，没了。我弄的水。我最不爱闻这个。我弄的水。闻香味最不爱闻就难受。对，我那个帽喷了点儿，帽不知道为什么老招着什么小蚊子。什么小蚊子？不是虫子。对。不是，我见见，你那是蜂蜜抹帽子。是的。一会儿蜜蜂来了，嗡的，把它给包住。保准你半天之内变长肥一半斤吧，变成大头。是不是有这么大？周围这么大块？喝口凉水。是你吧？不是我。第二天，帮他减肥了。我不可能转到公立学校去，那里离家远，还要朝我爸要助学费。我爸问过几家，不是要我爸自愿捐助基金，交1000块钱，就是说，资金助学费，要上学校交几千元。我爸是充打工的，哪有这么多钱？一本正经，二话不说，三心四意，四面八方，五颜六色，六亲如故，七嘴八舌，八人过海，九牛一毛，十全十美。你写完了吗？有一本。
学越习越好。有我放鞭炮。有水把茶放，开始。有水把茶放，有饭能吃饱，有土罐快跑，有手天天跑，有一看长跑，有火放鞭炮。哇，真好吃。谁来的？然后不要站在边上睡觉，站在旁边离你还远点。他们能打一些。第二天，校长很气愤，跳进学校里拿了斧头把锁砸开了，但房东又找人把锁重新弄上，中午放学也不打开，小孩子专门哄，大孩子就只能跳墙了。再后来，房东派人守着门，见小孩子进去就打，并且有时还追到楼下去打学生。要不给你们放一个，再放一个。哎，蹦起来乒乓球，那不是吗？慢点啊！过年还一个。
开心的世界，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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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色光，七色光，太阳的光彩，我们带着七彩梦走向未来，七色光，七色光，太阳的光彩。能唱歌还带笑话。其他的女生都给找来，让她跟她一块上。是不是很多？是不是？我知道这里有好多人在这睡过，就有那个谁，反正我知道。愿望，从前在学校里上课时我们特别开心，一下课我们就玩乒乓球，日子一天天过去了，我们生活得特别开心。可是有一天有人说这个学校不能开了，让我感到害怕，许多同学听到了这个消息就都走了。当时我觉得我是一只游弋的小鸟，经过一次次学校被堵的现象，当时我很想说我要上学，虽然我是一只孤单的小鸟，我不需要太多，我只想需要一个里面有许多鸟伙伴陪我玩。可是我的愿望没能实现，同学们都离开了我，学校不再那么喧闹，笑声嚷嚷，希望我们学校早点没事，我们的同伴又可以回来，我又可以迎着太阳做操，还可以看着墙上的字，我是好孩子，我是好学生，还有那些花又可以开开心心地上学，可以跟同伴们一起玩。嘿，来是木雕，哥俩肯定。嘿，没有钱能买手表，回家。谁呀？回家干你嫂。你干嘛打着你啊，小孩？别急了，对不对？你在这里，小月。姐妹。就在这儿唱什么听啊，然后套进去，表面表面再说是这儿的第二个，是这你啊，313四五七乘以八，把半圆分成180等份，每一份所对的角的大小是一度，记住了吧。小孩我看一下啊，打我那多少那不行，来吧，这么两个打吧，打扁了两角了，你拿我们画，拿我画不画？那你是我一百六加十元了吗？六加十元，打我，打我去对角，打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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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画一块65斤的？我说我老家了。咱看谁的字写的对呀，最好啊，最棒啊！你见了我，thank you.
赶紧滚吧，赶紧滚吧。滚吧，谁呀？那你，那你不是这班的？对，你还不是这班的呢。走是吧？学校用的是全国统一的教材，公立学校用的是北京市特殊的教材，比我们的难度低。中考和高考时，我们都得回老家参加考试，录取分数比北京市的考生高100多分。要是我去了北京公立学校，回老家就考不上中学了。打开十八页，那你往前点。好吧。提问，先提问啊。小狗，小狗抱个汪汪叫，主人来了尾巴摇。猴子，小猴帮配蹲草去，还在树下做游戏。熊猫，熊猫胖子。Panda 吃竹叶，两眼发黑长毛叶。大象，大象艾米芬的鼻子长，耳朵大，热心肠。
光怎么进来的？人怎么进来的？太好闹了，漂亮了吧？人怎么找到人？那还有呢？深呼吸啊！这叫深呼吸啊！哎，你唱了吗？我没唱，我也不会唱。你不会弹？大的书。
你打的是？好像没我了，不行。你怎么出来进去了？又把这个弄掉了。我们都不是独生子女，我弟弟也在沿海上学，周洪刚的妹妹，韩雪婷的弟弟，很多人都是这样。国家规定的免费义务教育，每家只许有一个孩子可以上享受。要是我们享受了，我们弟弟妹妹该怎么办呀？现在倒是在北京，我们连一个享受免费义务教育的都没有。而且他的顺序读的都不对，我重新给他纠正过来以后，您回家让他读去。这是你的吧？不是，这位呢？你跟他走，我要给你的链子扯了。我想听听。看，他说你到他的美餐了，他叫你家吃你的美餐。我们家没美餐好吃的。你听你说。拜拜。中午，吃完，刚吃完饭，刚吃完饭你就来了，你就不等我吗？李天，李天，李天，听住，李天，好了。大哥，请下车。谁给你干了？大哥，请下。不用了，不用。他抓。你着急啊？还没开始呢。这是玩什么呀？玩西瓜爆炸。对，玩西瓜爆炸啊。开始，开始。西瓜。哦，吃饭了，吃完了，吃饭了。回忆被封闭的学校，作者罗宇。六年级我来到沿海实验学校上课，每天我带着弟弟坐在学校的公交车上学。在学校每一个人都像一只只快乐的小鸟在一起玩。按上午的坐，上去跟你的，拿书包。星期六、星期日两天的数学作业和语文作业，一个字儿没带动的啊，没完成作业啊。没有完成。对，没有完成作业啊。好了。
作文写了吗？名字写了吗？反过来，反过加，这样加，这样加，这样加，把名字露外边。哎，让你复习什么来着？回家两天干嘛去了？作业呢？把你作业，星期六、星期天的作业呢，拿出来我看看。自己写多少了？你别给我废话，你要没写完咱再说的。不完成作业，天天都有你。看看，都写了是吧？翻开那个，你的作业拿出来。我写错了，自己写成一个去了。你别给我废话。他第一个是写的“一”，就提着工都写的“工”吗？你拿过来，你看。谁写成功啊？那就是写成功啊！你别改，这不写。赵主任，赵主任，说，就这个爸，我没写成功。功啊！行，错了，谁写功啊？看不清回去算错，都出头了这个啊，这不对这个。我给你算一个。把那个错的都改一下啊，去重新改一下，涂了改一下。张立鹏，你写完了吗？赶紧写。敲啊，啊，黄金签儿，自动笔。还有谁？做好了，做好了。袁小兵，你赶紧写啊！你们俩写完了没有？徐丽写完了吗？赶紧写，快点啊！袁小兵，赶紧写啊！天气越来越不好，风吹个不停。我们转到一间大厂房上课，那些不讲道理的巡房连厂房也给关了。我们又露天上课。开间在平静的教室里上课，现在在吵闹的大路上上课。天越来越冷，我拉着我弟弟，我冷着没事，可是我弟弟该怎么办呢？这一个月的艰难让我们知道了打仗有多么艰苦。怎么这么争气呢？我的愿望就是学校的事早点结束，给我们一个公平的答复。袁海实验六年级。咱们六年级自己看看四年级上午怎么上的课。你们才是人家四年级一半那么多，就听你们说话。先复习，再说。文件呢？没有是吗？这边这里。去拿。卷子呢？快两天啊。卷子丢了吗？没有，没有，快点。丢了。我会。该说请。你先说第一段。邀请。没有什么错的，瀑布也没什么错的，蕴含就有人有错了吧？怎么？没有。我跟你们说什么着？人那边生小孩呢，你别再说话了。怎么做呀？房房有，房房就干嘛这样做？他房上的第一个啊，啊，不行啊，对不对？第二个山泉呐，溪流啊，瀑布啊，雪呀，白云呐，明月呀，这都是我写的。你写的悠悠的白云，你用我，这我没写。你看，我看着是你还差一个，不是小鸟写的，是你对小鸟。啊，那敢写啊，牛啊！我记得，就写那些地方。你好，你好，第一个朋友是谁？啊，我们记得啊，他问你的，你这些朋友有什么？就答朋友的名称。我的朋友是谁？我的朋友着重成功，不用没了吧？嗨嗨，没必要了，对不对？我的朋友是。这样做，做这样做，行会吗？会了，会。干这样做嘞，没必要。我在这举个例子。
好，那水呢？公司说这样，这个栗子会做的，那就可以会做。假如说直接让你做什么的，咱们保持良好。因为男性这个性别是男性，假如说人家做让你做什么的，比如说叫我也生命，比如说让你干这个，假如说在2008年我用过你比赛，一个国家队带三个，有是金牌、银牌、铜牌三种，咱这三种能不能做出来？妈，沈星星不来了，每天在家里玩，每天研究汽车。现在只剩下16个同学和一个老师。野狗能把人吃了？能，对，把你剁成肉酱。剁成一块的野狗。那怎么还放音乐？对，让他们听。那不是对音乐没有信吗？那哥，你打的正好。就起不来，100多斤，再落一个，100多斤，你站起来就没事了。起不来，你给我站来还真。他骑行没呀？站起来骑行没呀？不骑，骑个。你站好了，站好了。干什么呀你？骑。谁在这儿看？哎呀，厉害那个吧？这一个礼拜3节课，不是一个月12节课，4个礼拜。不是每天都有啊？哪是每天都有啊？每天都有。每星期几星期几星期有吗？嗯，这个礼拜改成礼拜二了，礼拜二、礼拜六、礼拜天。这星期几啊？礼拜二。把那衣服弄一下，后边。骑车的就行了，他坐他车去。Thank you.
这数码学多好啊，拿着还得装胶卷，洗出来就不饿了。来，装那个，试试试试。不是那个。一样的，二十都是二十。好了吧，大哥，给我找五张。行了。还有五张没？来，帮我上家里。王成，我靠，主任都在那儿，我都害怕。王成去啊！上没事。去、啊。我们三个合照了，就可以拿相片了。快去！啊！照完咱们就洗相片。嘿嘿嘿！来，不赖吧？不赖。要的话就拿四块钱。我还有两张呢。你拿那照，走，去啊，照去。不是。那你去哪照啊？那相片我不要了。嘿，东哥，你骑你的车呢？我一分钱都没了。你干啥去？你去干什么？不洗算了，我一分钱反正都没了。我们掏钱行了吧？去那儿了。啊。没有。你没问他那俩。我说你过不过分呀？我没收到你的。我去。那个万一我们俩走回去要。回去要。走。哎，总共多少？啊，总共多少？总共三十六。三十六张。东哥，走。去哪？去学校。你这要我命吗？我没说，走着呢，三哥。整个人。行。妈呀！你看我，你看他，你要死了！我撞了吗？我撞了吗？撞了，别跑了。老雨撞车，老雨。撞屁股，撞屁股。哎，撞屁股了。你要走得快点。上上车里啊。哎，我也不要的。哎，我不知道，你上车吧，他也不知道。你给我等着吧，你。虽然你输了，幸亏我没给你对呀。这样油真的彻底死命。你先吧啊，在哪自己选就好。你先。我先多少次了，干不也是我先吗？看着。这不成标，哎。哎。我最擅长打字的。坐回家。走，我先。行，乖。好烂。你功力太强了。乖。我走，别走，一半。
我靠，这叫泡儿！我靠，他给你了。冬天到来的时候，我们的校长悄悄消失了，学校解散了，就剩下王老师在他的家里给我们上课了，也没有人再给王老师发工资，我们的教材也没有花齐。五年级继续考试，四年级继续考试，六年级学英语的话，六分之三，六分之三是啊，你说他像六分之三，大美女上一次的话，他有六次。是不是你的蝴蝶吗？你不行，这不是我的。你不行就给我们是儿子啊！拿来看，拿来我给我。我拿来看看。快点，老写个你的手，吓！你不怎么会写的，可怜喵吧？你先留着画，一会儿写上。我要三斤的大帖子一堆。写完了。宝贝们，干什么？没有。不打算学习了是吧？我不兴奋。助长，后面全都是摆花的。疼！加油！不打干净。干净吗？玩这个，玩这个，玩这个。哈哈哈！下去！哈哈！哈哈！哈哈！冰晶，让开！对啊。没。搬不动了吧？出来！出来！谁没杀自己啊？把你那天我遇到你的时候，你爸爸正把你从学校那个电线杆子那儿拉走。嗯。当时你心里怎么想的？我心里，嗯，我想不想走？不想走。嗯。还想在这儿？想待着。想待着。嗯。那你当时给你转学，然后你又转回来，你不知道这是挺受苦的吗？你就一说上电视什么学校就上电视上报了，就说可能学校就好了。哦，抱着这种心情你又回来的是吧？嗯。然后回来之后还没有动静，然后你就感觉有什么感觉？感觉还是后悔。后悔啊？嗯。还有呢？没什么。没什么来着。挺失望的，后悔。对。觉得这么多人都没有帮助过，没帮得了你们是吗？嗯。然后觉得，你觉得这件事情，你觉得下个学期咱们学校会怎么样？不知道。也不知道，挺茫然是吗？嗯。我从上个学期来到这儿的时候，反正上学一直挺顺利，一直到这个学期，没想到那个市政委会把我们学校关闭。他老是说我们学校什么这个楼不行，还有没什么证，然后呢说别的学校有。那我们建这个三层楼是为了给我们孩子上课。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学习，是吗？同样很坚强。
然后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学习，有的老师教就可以，是吗？我在家的时候，我说妈，你看我今天考试考得不好，然后我妈说的，我不信，然后我妈说的，我不信你考这么好，肯定是两人抄互相抄的，平常你平常你都是考八九十分，不可能考九十六分的。那你可以跟他说呀，我们全班除了我考96，其他都考70分啊。我跟他说过，我跟我妈说的，我说妈，这是我一个人做的，就不可能两个人一起抄的。可我妈就不信，他不让我们上学的时候不应该是这个时候。如果他要是不让我们上学的时候，应该，咱们应该是这个，咱们这个学期还没读的时候，还没有报名的时候，在9月份之前他就应该关闭。为什么？因为咱们都已经报名了，咱们钱都白费了，然后还耽误了咱们的学习，或者是让咱们读完这个学期，下个学期再关闭，那也没事。如果在这个学习当中关闭了，把我们赶出来，会影响我们的学习。我最怕的就是你这个，为什么？因为他在精神上，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怎么来调节你这个。因为在我心目中，你一直是个太坚强的孩子。我从来没想到一个这么高的4年级的小姑娘，你可以站起来，也没有多高。然后每天就要早晨去跟妈妈去上地里弄菜，中午自己回家做饭洗衣服，晚上也要做饭洗衣服。这是一个很坚强的一个人，至少我们外表上看着很坚强。我不知道你内心怎么会这么脆弱。然后你觉得我也严厉，那警察叔叔严厉吗？他根本就不属于警察。哦，不属于警察，那他们是什么？属于共匪。什么？再说一遍。共匪。觉得他们有点霸道是吗？嗯。那你能告诉我，你隐瞒这件事情，然后上这儿来学习，为什么呀？你不觉得你王老师特别厉害吗？不觉得啊？嗯。天哪！以后明天再厉害点啊！那你来这儿为什么不在那儿？你明明正那儿可以有凳子，而且之前我们都是在外边，你不觉得很苦吗？你完全可以再回去。没关系，等到那天老师陪你回去。其实我一直到很晚我才知道他是转过来的，我之前不知道，我不知道他已经转学了。因为这孩子流动性很大很大的。好，一会儿再说，我那边。为什么你来了？一是想兼职，二是想和你解决肉的事，能把他们睡回来。能把他们睡回来是吗？因为咱们学校是好好的，并不是我们学校哪里不好，而他们一定要把咱们学校吞下去，就是不想让咱们学校开的意思，非要把咱们学校弄掉，不让办学。如果他真的是太让我们看的太渺小了，你绝对不会放过他。别把豆包铺上干了，我不吃。哎妈，馒头不当干粮，豆包。天哪！别把豆包。不当干粮。豆包子。拿热了，我看看，坏了的。美女图这个。哎。你拉着。我的。你的美女图。看这边。哎，床上有几张？床上有几张？怎么样？你要是啥？我床上有几张？没有，不可能。床上有几张？你这不太没了吗？噎着了。还舅舅，这车上就我的耳朵，你挺能个。你别笑。打了笑。撞！撞啊！脸上！这脸上都弹我脸上吗？你觉得弹我脸上吗？我脸上。掉东西，裤裆里边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哪里？
往这坐，你别往这坐。原来的教务主任还带着人来王老师家里没收我们的小桌椅，我们流着泪水对他们说，政府关闭学校，你们是学校的人，又来关闭我们上课的地方，你们和政府有什么两样？你当时感觉对孩子太不公平了，你不让就跟政府老张疯狂抢求证。哦，好的，好像那天连他们都撤桌子的时候，老给孩子从这半天了，是学校的桌子是吧？对，我们说借一下也不行，说星期一再给你也行，但是今天就必须拉走，学生们就不起来，就坐在桌子上。那天太惨了，我觉得好像孩子没有一个地方要他们了，学校哪儿都不要了，这种感觉。那天给孩子伤害太大了，我觉得。所有人都撤桌子，你不知道就呱呱把孩子往那一推就开始拉桌子，就是为了那个形式，放假的形式。我觉得可能就是故意的吧，我也不太清楚。刁春红那天本来他们还让刁春红来帮拉桌子呢，刁春红出主意说，老师你把他绑起来，他不可能一串桌子全拉出去吧，然后就这样大家绑了，那天就跟战斗似的。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不要工资，我也不是要工资来的，我说我就是想上补补课，跟学校没关系，那也不行，就要把桌子拉走。从开学闹了这么多事儿，一直在这儿，你就不能被他们想着。从那以后，之后他们都特别听话，然后罗宇他们帮我们点炉子什么的，我不会点。上课比以前认真多了，看吧。其实我觉得刁春红走路特别让我伤心，他最后特别想看人家，都没看到。五年级的拿出英语书，六年级的把这作文写完啊。四年级刚考完试，可以玩会儿，你可以先看看这些东西，听见吗？甚至可以都可以自己拿绳上外面跳两绳也行。他们刚期中考就完，英语就考95分。以前他们都40多分。爸说不好，还是考100分。对，你爸爸说的对，我们不能总说就满足了，对不对？总考那么点分吧。这个是嘛的呀？这个是怎么的呀？我的愿望失落了。作者谭雪婷。我在银海实验小学上了3个学期，我在学校里学到了许许多多的知识，我有很多朋友，我过得很快乐，这就是我的梦想。我的学校被关闭了，我的梦想一下子没有了色彩。有巡访来到大门前，不让我们在乐园里上学，学校又开了又关了，房东把我们轰到外面，后来我们只好在大房子里上学，房东又把我们轰到外面，我们就在外面上学。上面是天，下面是地，中间是风，我就像树叶飘来飘去。咱们这一次做白发，哎，掉了。小门仨门有东西，拿去上门。小心点，掉沟里了。我们再上火，然后我们。小心啊，小心啊！加油！沿海学校没有了，可是我们还在，有学生，有老师，就有学校。我们要上学，没有人可以阻挡我们。重新起飞，来，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学期快结束了，然后大家呢应该知道要怎么样珍惜每一分钟时间。然后期末考试呢，我希望以我们最真实最好的诚意，用你最大的付出告诉我你学的什么呀，你怎么学的，给自己一个答案，听见了吗？听见了。然后每天，然后四年级赶快把那些没有复习的，比如说词语，这是我们最容易得分的，每天要抽出一段时间先把它看了。为什么？这些白给你分啊，只要你看一看就白给你分了，听见了吗？然后一定要学会。然后其他的呢，计算题多做一做，然后熟能生巧嘛，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我希望大家考试的时候不要互相交头接耳，咱们有一个现象，听见了吗？你做的就是你的，我做的是我自己的答案。你，我哪怕我得零分，这是我自己得来的零分，知道吗？你别人给你一百分，那也是你用的不踏实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离得近，但是我们要有一种诚信的感觉，对不对？好，陆续的走，让那几个同学出来之后，然后再进去，听到吗？我要求简单一点。这是什么呢？还有我呢。慢点啊。春节要到了，这个学期结束了，下个学期我们还不知道去哪里上学。我们在报纸上看到2006年夏天和秋天，像我们袁海这样被迫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在大庆区还有26所，在海淀区还有37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二，我。向着胜利勇敢前进，向。